观娱乐之事，览娱圈之道，欢迎来到新娱乐。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。有人说，邓丽君之后的两大歌后，一个是王菲，那么另一个一定非许美静莫属。如果说王菲是冷，那么许美静就是凉。王菲的天籁在天上，看似近在咫尺，却遥不可及。许美静的天籁在人间，在每个人身边，一个转身就能懂。 唱过那么多悲凉的歌，许美静怕是没有料到，她终于把歌中人唱成了自己。许美静原名许美凤，一九七四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在修车厂工作，母亲是五金公司员工。虽然出身微寒，但那独特的清冷气质还是让她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。 一九九二年中学毕业的许美静报名参加了新加坡华裔小姐选美大赛。十八岁的青涩少女一举获得了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明显，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最为重要的一次机遇，可以说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娱乐圈。一开始只是在一些商演中表演，并没有说青云直上。直到遇到了那个影响了她一生的人——陈嘉明。 陈佳明当时已经是新加坡有名的音乐人，素有“新加坡李宗盛”的称号。他比徐美静大十岁，两人的相遇也充满了巧合与戏剧。当时徐美静正在比赛，陈佳明在后台不小心走错了化妆间，而后无意间听到了正在哼唱的徐美静，这让对声音极其敏感的陈佳明忍不住停下了脚步，然后走到徐美静身边，给她递了一张名片。 你的声音很美，我们还会再见，还留下了这样一句高赞的话：新加坡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美的声音。第二年，备受鼓舞的徐美静又参加了《寻找巨星》，获奖后签约嘉禾唱片公司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歌手生涯。那一年，她十九岁。 一九九四年，徐美静推出了自己第一张专辑《明知道》。这张专辑一下让徐美静在歌坛令人眼前一亮，销售突破百万张大关，徐美静一炮而红，一举闯入了华丽缤纷而又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。《明知道》专辑名取自陈家明的名，陈家明还在专辑内页的文案开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与生俱来的神经质，叫人疼爱怜惜。” 他的声音像一双手，轻轻抓住你的心，让人想哭。专辑大获成功，公司在年底举行了庆功宴，陈佳明带着妻子彭秀梅一同出席。彭秀梅是新加坡知名杂志《女友》的主编，她看到如此清冷安静的许美静，说：“你这么恬淡安静，不如就叫许美静吧，更符合你的性格。”至此之后，她把名字美凤改为许美静。 这一张专辑有多成功呢？当时李宗盛听完后，漂洋过海亲自挖他加入滚石唱片，要为他打造专辑，但许美静却婉言给拒绝了。原因是她只想和陈佳明合作，跟定了陈佳明。许美静从一出道就没走偶像路线，而是气质型歌手。一九五年，陈佳明签约台湾上华唱片公司，许美静紧随其后加入，陈佳明成为许美静的制作人。 一九九六年，在第一张专辑大火的情况下，许美静与陈家明合作，顺势推出了两张白金唱片《遗憾》与《都是夜归人》两张专辑，又一举让许美静迅速步入一线歌星的行列。一九九七年，许美静为了闯入香港乐坛，将《明知道》改为粤语版《明知故犯》，林夕亲自重新填词，《寂寞时欠一个伴侣，甜蜜中受罪》。 不仅火遍香港，更是霸占东南亚歌坛，并且一举拿下了当年的十大金曲和最佳改编金曲奖，甚至被关淑怡、刘美君、孙耀威等当红歌手翻唱。徐美静一举齐名王菲，被直接封为天后杀手。徐长德甚至评价说：“这是又一个王菲。”那时候的徐美静唱片销量力压王菲、林忆莲、郑秀文等天后，风头一时无两。 本以为许美静可以一直爆红下去，可她日后却为爱痴狂而遍体鳞伤，让人唏嘘不已。毋庸置疑，陈佳明是许美静背后的那个男人。许美静每张专辑几乎都是出自陈佳明之手，又好像是在悄悄唱给他听。亦师亦友的关系让许美静渐,渐渐陷入了爱的沼泽，无法自拔。陈佳明是有家室的人，这段模糊不清的恋情注定要让他纠缠而痛苦。 你在他的歌里就能够听到许美静所有的渴望与无奈，等待与失望。与陈佳明纠缠挣扎了六七年，这段三人之间的云雾关系还是没能见到晴天。许诺会离婚的陈佳明，最终也没能让徐美静等到一个期望的结果。而此时的陈佳明又转身爱上了徐美静的助理黄凤仪，还导致不堪重压的黄凤仪以自杀的悲剧收场。 崩溃的许美静终于忍受不住，无心唱歌的许美静在两千年隐退歌坛，以此来试图放下心中的悲伤。二零零二年远走台湾，此时许美静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人出现——歌手袁耀发。两人是在台湾拍摄《再见萤火虫》时相识，他比许美静小八岁。本以为许美静可以通过新恋情来忘记以往的伤痛，没想到痛欲更痛。 一开始，徐美静爱上这个阳光大男孩，每天的生活开始渐渐有所朝气。袁耀发经常会逗徐美静开心，两人为了放松心情，常常一同前往欧美旅行。但好景不长，袁耀发被公司冷藏，事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袁耀发瞬间从知冷知热的贴心伴侣变成暴躁不已的陌生人，秉性大变的袁耀发常常对徐美静大发脾气。 成了他发泄对象，这让本就充满抑郁的徐美静再次陷入了崩溃无助的边缘。但就算这样，她也不愿意轻易放手，也没想过结束这段感情，甚至试图以怀孕来挽救这段即将沉沦的爱情之船。后来一再忍让的徐美静真的怀孕了，可是袁耀发早已心不在此，要与她分手，还冷漠地告诉她把孩子打掉，这才让徐美静彻底心灰意冷。 两人从相爱变成了怨恨。就在此时，远在新加坡的陈家明却打电话告诉许美静，称自己已经离婚，让她回到新加坡重新开始生活与工作。本就被袁耀发伤透了心，还爱着陈家明的许美静，想都没想就赶回了新加坡，而且是怀有身孕的，只身前往。可是到了新加坡才发现，陈家明根本就没有离婚。不好意思，我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跟老婆离婚。 真可谓是成也陈佳明，败也陈佳明。袁耀发知道徐美静重会陈佳明后，一气之下独自跑到内地，并且发誓与徐美静永生不再相见。至此，为爱痴狂的徐美静错失两段爱情，而且是遍体鳞伤。那个唱出疗愈之歌的天后，最终没能疗愈自己。 二零零五年，有唱片公司想要找他合作推出专辑，可徐美静还是大方承认的说：“只有和陈佳明修成了正果了，我才会考虑复出。”二零零六年，徐美静被诊断出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，让沉寂与神秘多年的徐美静再度闯入了大众视野。当时，她情绪失控的闯入丽嘉酒店的一间客房，然后对着一个陌生人大喊。 Call me God，还让这个陌生人下跪磕头。随后，徐美静便被警方以疑似精神异常逮捕。后来经过医院检查，她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。记者采访时也承认自己精神失常。这场酒店风波后，至此让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徐美静疯了。 而且在此后，只要是关于徐美静的消息，都是关于她疯了的报道。后来，她开始积极接受治疗，慢慢从心病的阴霾中渐渐走出。电疗的时候，有电流刺激了我，从那以后，我的部分记忆流失了。她至始至终都在努力遗忘那段不堪回首的伤痛记忆，这样的决心也让她意识到重获新生的美好。能从精神分裂的世界走出来，实在不可思议。 我也不会去避讳这个，这是我的一个经历。很幸运，自己还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遇到合适的机会，我还是会唱歌给大家听。这些年，他偶尔上一些综艺节目，还常常在演唱会上当驻唱嘉宾，抛头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不再为以往的经历而躲避未来。 可惜的是，曾经风光无限的歌坛天后，却再也不复当年的光芒。二零一九年八月，有网友拍到徐美静在新加坡街头卖唱，穿着演唱会上就曾穿过的红色秀服，唱着那首经典的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一时间又让消失已久的徐美静备受大家关注。无数网友对此惊讶不已，而又唏嘘感慨。但此时她虽然没了叱咤风云的锋芒。 但却多出了坚定乐观的人生态度，选唱的这首歌便能看出他的心意。而那首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不仅激励着世人，更鼓舞着他自己。愿他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、啊。